未来体育靠的不是人，是科技。运动员的技术特点和战术变化都能够分析出来。练，没有到位啊！再来。我们这么干，计算机能计算出来吗？那时候我们打球，那真的是什么都没有，但我们心里边有这个。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海曼的魔高，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。姑娘们，好好的享受体育的本身。我们要证明给他们所有人看，中国人赢。放心的去打，放开了打，豁出去打。球可以输，人不能输。中国女排是什么？中国女排没有你，没有我，只有我们。